我會去幾場，我第一場會後日去咯。我相信神会解决到嘅，我就系惊佢紧张，所以我冇揾佢啊！呢排都即系咁，佢惊佢，因为佢都好努力去筹备佢演唱会，所以都等佢等佢 show 嘅时候会揾佢咯，系啦，就去直接去支持佢咯。但会唔会都担心可能啲人要即系赔住赔偿好多啊咩样？呢、这、一個真係我唔係好知嘅程序係點樣樣，我都好驚訝見到新聞，希望快啲解決到。萬事一定有解決方法嘅。但係今晚解決唔到，現場啲歌迷喺度喊咗。咁係代表個 show 好睇，啲人先咁期待啫。都未睇，知道啊嘛 ，4D 喎，第一次喎，香港喎。我都不知道要怎樣，因為我都沒有安慰歌迷，應該怎麼安慰啊？是啊，安慰他們，怎麼安慰他們？是啊，他已經拍了片在 Facebook 安慰他們了嘛，而且他一定會用他的表演 去報答給大家。